为了感谢志工们全心全力的投入，让2019宜兰全民供佛斋僧暨孝亲报恩大会顺利的在8月3日及4日举办。宜兰县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特别邀请志工干部参与感恩音乐会。理事长朱如文感谢全体志工和宜兰人再次达成任务，成就圆满功德。今天这个感恩参会，那无啥报答各位，这三年来这么辛苦，这么付出出钱出力，给你报答无一万分无之一的。不过这是表示表达咱斋僧功德会非常辛苦这个心意。咱本来三年的供佛斋僧，啊，实在讲，会使讲咱的副会长、咱的六部部长、全体的志工大德，大家全精神、全力量拢提供落，所有的资源拢提供落。咱依然各位拢知影，资源真少，非常的少，要办这个供佛斋僧这么大一个工程，讲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因为咱宜兰的台长、咱的副会长、咱的部长、咱的志工、咱的组长，这么发心，大家同心协力，一心一道，咱甲办这三届的供佛斋僧。会中邀请多位副会长上台分享连续举办三年宜兰全民供佛斋僧大会的心得，并邀请朱如文会长继续领导大家。莫邪这届三年会当跟随着我们朱会长来参加这个这么有意义温暖吼，莫邪真的感觉非常的欢喜跟福报了，希望我们继续宜兰能继续办下去，我们要跟着副会长的脚步走，感恩谢谢。确实无简单，我讲咱会长哦，从无同款的资源来完成这件这么大件的代志哦，只是个赞叹，搁赞叹。我希望讲哦，我只讲会长已经带咱三年，我希望搁甲咱带三年咯。大家好不？好。好不？我在这里很非常感恩，也感谢大家的付出，让我们这一次的斋僧办得这么的顺利，然后圆满，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咱主会长伫，甲咱带了冠希冠希啊吼，如果来咱阁继续的是啊，我想嘛是爱阁甲咱传，带咱咱继续，互咱宜兰县的斋僧讲，万了会阁较好，阁较成功啊！多谢各位，一代一代安尼吼，互咱的佛法啊，会当啊继续伫这人世间啊啊流布，互咱会当去脱离开生死轮回啊，这是真真正正我所了解的。啊，这人生的价值，道归极乐，同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最究竟圆满的，安尼呢，咱的人生彩色的，哦，啊，莲花阁大蕊的，安尼好不好？此外，多位贵宾也前来慰问供佛斋僧志工干部的辛劳，感谢大家在筹备工作时的用心，才能为宜兰带来平安与幸福。我们过去这三年，在朱会长带领之下，我们一起来成就斋千真的法会，是不是？我们也给朱会长跟自己一个最热的掌声鼓励哈！大家一定有福报，一定有福报，我非常坚信哦。我们希望我们政府也能够看到我们一群宜兰县默默在为社会付出的人的辛苦，能够透过政府的力量把它发扬光大。这一次我们连续第三年举办，那特别已经受到我们全国的重视，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县长、我们内政部长、我们县那个总统府的秘书长、我们总统都有出席来跟我们共同参与我们这个思想的发挥，所以说在这里特别代表我们宜兰县大家长林志妙林县长，感谢我们朱主文朱会长所带领的我们这样的功德会所做出的一切的努力跟付出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供佛斋僧的活动只有在我们宜兰县有办到办到这么成功，办到这么热闹，
在三年前有一个缘分呢，也是因为市长的关系，然后被派到来跟我们的朱会长来协调志工的一个事务，然后于是啊，前三年前的就已经加入了哈，那今年是第三年了，很荣幸的啦哈，接下来这个金刚护法的队长的职务了哈。会长与副会长更逐桌向志工伙伴致谢，获得与会志工热情的回应。谢谢啊。这场音乐会邀请林元泉老师、木凡乐团带来一首首美妙的音乐，陶冶志工朋友的心灵，让音乐会充满欢乐的气氛。不少干部也上台演唱，与志工伙伴们同欢，共享斋千僧的难得姻缘与欢喜。贵宾致赠了摸彩品，提供志工摸彩同欢，获奖的朋友开心的领奖，让感恩音乐会在欢笑声中度过。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连续三年来举办斋千僧大会，超过3000人次的高僧大德诸山长老来到宜兰，为宜兰百姓抄经念佛，带来法喜充满的祝福。头一场就是办新店大和尚的一个佛学讲座，伊这个演讲的题吼是业力甲轮回。也不叫轮回，这新定和尚哦，各位知影，伊是星云大师第一把接班教育人，伊是第一接班人，啊，但是伊即摆是非常有制度化。恭迎佛光山前主持泰国泰华师主持新定大法。功德会并且预计在11月24日邀请佛光山前住持新定法师来到罗东演艺厅专题演说，为志工伙伴的心灵加油打气，继续善法善行的好事。